级的选手没毛病，最重量级的选手他来了啊！哪儿都找不着家，我直接奔你直播间去了都。哎呀，给我整懵了，我该上上不去，开不开？一看是你家。Hello Hello， 首先哈、啊，首先那个。首先我来说两句话啊，安静安静啊，安静安静、啊、嗯，首先说两句啊，首先第一件事呢是欢迎我们七公子加入咱家那个六九军团哈、啊、加入咱家4823 Hello Hello， 谢谢这个谢谢咱家每位兄弟那个啥保姆跟我说句话就行啊，给我扣个字儿啊啊嗯。还有一个哥我要强调一下，公子说以后星星全是我飞的，完了烟花留着泡妞，这个咱能不能改改哥，咱调换一下位置行吗？咱是这老妹是亲的吗？啊，真的，哎妈呀，真的，我就哎呀，你这热血沸腾一下就对，谢谢公子，完了一句话给我打回原形了，真的，谢谢，感谢七公子的鱼。等一回啊，千年等一回。
OK， 哇！有截图了吗？谁刷错了？没有啊？没有没有，刚才在九九一的话没有刷错，没有刷错。谢谢走进里的水晶桥，谢谢我们飞刀，还有我们华哥，还有我们冰冰哥，以及毛毛虫、农民工不理我，以及七公子的大天使啊！欢迎小二哥啊！欢迎咱家兄弟们！谢谢子平哥。哎呀妈呀！只要是我在一号麦的话，只要是我在一号麦的话，就我就没有刷错，我就能收到礼物的，嗯。谢谢大哥。Hey。
文哥，谢谢炮哥，谢谢蓝色哥、时间哥，还有我们猪仔哥、梦的怒放，以及我们娃哥，谢谢我们风云哥，还有我们飞龙哥、仰望星空，以及我们以及我们小妖怪炮哥以及小游客，还有我们爱民哥、飞大哥、草原牧人以及小红包，谢谢坤哥的苦乐乐。不是那个饿，是那个，是我是真饿了，我没有吃饭呢。嗯，但是我觉得饿着饿的难受的时候唱歌可好听了。谢谢，感谢明哥的玻璃球，谢谢。星星啊，星星要溜的耍，欢迎公子，把公子抱一下啊。谢谢啊，嗨，那我就唱这个吧，唱这个歌吧，好久没唱了，这歌比较走心吧，歌名叫《又见山里红》。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，是你满山映山的红，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，酸酸甜甜热热的。你是我思想一片的情，你是我童年最真的梦，你是我藏在心中。这是为了做烟花做准备，上面有下边有多好看呀。又见山里红，秋天依恋的风，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，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，酸酸甜甜招人的。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，你是我童年醉人的梦，你是我藏在心中的歌，今天唱给你来听。手速好快呀，谢谢心如啊，完把心如抱一下哈。
嗯，稍等一会儿啊。谢谢回忆哥以及我们明哥、人文书、小弯哥，还有我们云天哥、七公子啊，像我们自家哥，还有梦的怒放，以及我们动听哥，谢谢谢谢我们怒放哥，谢谢谢谢云中白鹤哥，牛叉了吧？嗯哼，姐你又胖了？没有啊，我站远点就不胖了。嗯，中了一条鱼，哇！你猜什么情况？谢谢我们小王哥，你们猜？嘿嘿，感谢我们谭天哥送来的守护，也再次谢谢，也谢谢我们七公子的守护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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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后我要单独整一个专栏，我要把我的这个空间相册啊，空间相册现在的这个樱花呀守护啊，我都分开，我要弄一个。嗯，谢谢怒放哥的鱼，谢谢怒放哥的鱼，做一个影集可好。嗯，丫头，风云哥好像不会抽奖，应该会吧，风云哥你会抽奖吗？哎呀，这个一块钱的冰冻啊，大家不要送，嗯，没有用。对呀，风云哥我记得还给我送了烟花啥的呢，这不可能不会的。嗯，估计是没有时间抽吧，可能刷礼物就放在旁边了。嗯，我飞龙哥可有意思了，说昨天晚上有钱都没刷出来，我说怎么的呢，我就紧着刷星星啊，完了我就头一回感觉刷完星星我就着急抽奖了，这干抽不没，干抽不没。当时我听见这个我都笑完了，就是第一次感觉想抽奖的时候，这券怎么还没，干抽不没，干抽不没，这转的这么慢的，都想上去给他，想上去给他转两下。哇，谢谢咱家心如，谢谢咱家心如开的守护，谢谢，嚯，厉害了啊！谢谢，我到时候这都是那啥嘛，我都有存档的，放心啊，都有存档的，谢谢齐哥。完了，下方没有那个啥，没有点那个连麦是吗？好的，到时候你给我报上来就行了啊。完了，没有那个啥，没有点关注的，大家可以把我们关注也点一点。下方有一个小框框，大家可以把那个召唤帮我点一下吗？谢谢哈。嗯，桃子啥时候成公爵了？哎呀妈呀，哼！嗯，刚才刷的榜单上怎么没有？有啊，他是，那你在外边刷的就剩外边榜单了，在家刷的呢就剩家里的榜单了。啊，所以说上这个榜单呢，要一定要在家里刷，一定要在家里刷才他才上家里的榜单。这么说这么对的对不？嗯，那个在外边呢，没事儿，一样事儿，搁外边的话也给我打广告了嘛，我在那边，我明天还去呢。嗯，看微信，嗯，微信咋的了呢？哎呀，你们不要给我寄好吃的了，我都吃不过来了，你们能不能给我寄点别的减肥药啥的？守护怎么开呀、啊、哥，你得千万别相信那骗子哈，你得上电脑才能开。你应该现在是手机上的，你要方便的话，你可以跟我微信跟我说，把密码给我。但是我微信，你知道我微信是谁吗？你那边好像不方便上电脑是不是？对，电脑开。嗯，一般都是为了方便的话，我墨如一开都开一年的。嗯，那我告诉你，那我告诉我墨如一般比不了，没有电脑的话，那个你要是想开的，实在想开，等我下了直播，我给你开好不好？我遇到你这样的人，给我欢喜多一分，我就忘了痛多深。记忆里重生。
多地方能给我。您又唱好，刚才没有唱好。嗯呢，下方有个小框框啊，有个小框框，大家可以帮我过一过这样任务吗？紫色的啊，就是召唤会花费你们用 YB， 它是一个月的啊，一个月的你开完了就是我的老铁粉，刚刚起来铁粉了。太高的歌，今天我可以给你们唱一个高歌，不可以，不行，这两天我嗓子不太好。粉丝多给我点一波关注，我看看哪里粉丝，我看看哪里涨，我涨我 YY 关注，我看看你这里能涨多少关注，指定是比别地方多哥啊！完了，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七公子，你跑操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家人带跑丢了啊！千万不能挑好看的美女去看，要不然他们都跑偏呢。秋月满前来，冰原深处藏着我的爱，独自一人默默在等待，等待花开释放我情怀，天上飞雨深深排成排，带走光心还有我的爱，多少动情故事已不在，留下我一人如沧海，想回来，岁月已更改，换来你对我的爱，渴望着遥远的真爱。我等你等到那山花开，漫山遍野的花，它代表我的爱。不用去表白，我们的深爱如海，只盼望来生能相爱。嘿，谢谢秋哥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我的梦想是突破100万。谢谢公子。他们好多说啊，怎么样？你都是100万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都这样呢？我说我努力到100万。天上飞燕，横生太成派，带走我的芳心，我的爱。多少动情故事已不在，留下我一人如沧海，我等你等到那山花开，满山风雨的你从他乡回来，岁月已更改，换来你对我的爱，渴望着遥远的真爱，我等你等到那山花开，满山的野花它代表我的爱，谢我加油客。
哎，谢谢咱家兄弟们扣的66哈，谢谢，感谢带我心，还有怒放皮卡，还有军哥、秋哥、就是娃哥以及七公子、传世哥，还有新宇哥。新宇哥，你有我的微信吗？啊，你要有我的微信，你可以对，你好像没有我的微信。谢谢小游客，谢谢小乔，你可以那个，对，那个 S 里边的。我要唱一个公众微信上的歌了。谢谢听到哥的水晶桥哥呀，我没逗你，等会儿的。啥对手歌？现在 YY 上没有啥对手啊，没有对手啊，谢谢。哎呀妈呀，给大哥点点关注。我说情敌，你这个反应情啊、哦、你都没有把我当成女人，我怎么可能有情敌呢？爱的世界只有我和你吧，昨天哈，哎呀，是，也是哈，就是真的，你在我直播间，我都敢说，哇，我都敢说，就是哎，我就可以说那个七公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唱那个逆战特别好听，我都敢说这话。你说我自己多么的有信心呢？所以说我一点都不害怕。我觉得我外表的魅力和我内在的人格魅力都会征服你的。虽然说没有征服你的爱情，但是征服了你的那个亲情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，我这样唱首微信里面点的歌，咱们公众微信点的歌，昨天，这首歌同时也送给、公子以及我们听到哥、飞龙哥，还有那个我们家的这个风云哥，还有咱家莫叔，好多好多哥哥们哈，谢谢大家。对，你要唱什么吗？他们说葛萨拉好火呢，这个是吗？那我唱一个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谢谢一三脏器哥，谢我们安住。我快下马，快进我的家，来吧，朋友，你把汗擦，拉拉家常话，家常歌唱招待你，让你把。谢谢仿生哥，谢听到哥，谢谢萍姐，谢谢啊，饭店开张了啊，饭店开张了，没毛病，来，哎，客官里边请，给你擦一擦啊，好，没毛病啊，坐。坐。对的，以前的店长二不都是这样的胆胆吗？就坐下来吗？就这样的吗？小孩经典动作就这样式的，完了要不就啊就这样式的吗、啊、不对，是往肩上嘎的，好像是，是这样的，谢谢，好，等等啊，你等会儿，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送的我一份礼物哈、啊，谢，飞儿逆战是我第
是我听过第一的啊。你说逆战那首歌吗？他们都不接了，都没有朋友了，真是的，你这样我还怎么逗了。你看情况啊，你说好像咱憋足了劲儿，憋足了劲儿，好像打人打似的，多不好啊。他说吃一辈子没卖过单，喝一辈子没伤过肝，赌一辈子没输过钱，骗一辈子没被看穿。是谁在吹？看是牛在飞，梦中南无的花儿难辨是非，还是神龙是那虚无的美，热出火的谁在放牛？是牛在飞，梦中人物里花难辨是非，脚踏实地是那生活珍贵，完美的生活要真诚面对。是谁在吹？还是牛在飞，梦中人物里花难辨是非，还是蜃楼是那虚无的美，惹出祸端是牛在飞，镜中花水中月，转眼就没，脚踏实地是那生活珍贵，完美的生活要真诚面对，要真诚面对，完美的生活要真诚面对。谢谢。这两天还好，这两天状态比较好，可能是前两天休息了，精神比较饱满。连麦吗？我们不连麦的啊，不连麦的，谢谢哥哥们哈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家不连麦了，连的话只连我们自己七彩公会的。谢谢你们的支持哈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还有你们的关照哦。谢谢仿生哥，谢谢仿生哥。好的，怎么有哟？没有了，今天就不逗了，今天不逗了，今天他们都没勒我，他们都不接我。我掐指一算，我觉得最近力哥不会再连我了。以前我告诉你，力哥天天来，天天连我，真的就特别稀罕我的那种，天天连我。我估计这两天会好一点啊，终于有翻身的日子了。恭喜信宇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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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可以有翻身的日子了。哎，还有一个昨天的什么歌了？昨天还公众微信人还有两首歌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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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咱家兄弟们，还有咱们家后进来的每一位哥哥们哈。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想听啥歌都尽管来吧 ，Come on。22号点歌叫《红尘情歌》。23号是燃烧爱，好的。公众微信号是3F4823，不对，那是我的微信号。那个不对啊，是那个，哎呀妈，这一秃噜嘴，一会儿到时候把密码自己银行密码再说出来。那个公众微信号是那个 F169JT 呀、啊。哎，脑瓜像啥呢？这是。
你给我个眼神啊，我是不是把那个我这手怎么摆我还演一演，就怎么摆都像猪蹄儿。谢风云哥，谢谢一身正气哥，谢谢嚯厉害了，我的哥，信宇哥，你小磊哥哥来了，谢谢风云哥。肥妹儿，怎么了，肥妹儿啊？你那天把我那颗星拿走了，今天我还想要颗星，行吗？你那天把我那颗星拿走了，今天我想要颗星，我给你比颗星，行吗？我给你比颗星。啊，你我零距离，一起放肆撩啊！等。有人说飞儿今天特别猛。哎，不是，你告诉一下你家大哥刷钱的，就跟我们这种主播匹配吧，你可以说上票，但是你给我们留点面子，别一上来就整这么多。你说你整这么多吧，你说整的都，你说整的都不敢追了，是吧？但是啊，身为我们赵家军啊的一员，我们必须跟上我孟哥一起追一追就完事了，直接开始来，来吧。等我换个曲啊，稍等啊，感谢我大哥啊。下期挂个咱就是风云哥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大哥都打样了，咱们。感谢听大哥，我的妈呀，好猛啊！哎，这个曲儿可不可以一会儿？感谢我大哥。好的。那个咱们那个兄弟们啊，那个我说一下子啊，那个为了不坑我大哥啊，完事那个飞儿你先忙嘛啊，完事我那个什么，我大哥 JK 哥啊，还有圆梦哥啊，还有咱们刚才刷钱的赵家军，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，这是我招了一个人的事啊，这次认输是我自己认的输，跟你们没关系啊，我知道你们能上，但是你们别上了啊，因为上太多伤和气啊，别上了，飞儿我们老妹儿都特别好啊，别整了，兄弟们别刷了啊，你们谁刷今天我急眼啊，什么 JK 啥的，圆梦哥你再刷我急眼了啊。我还是我小磊哥好，这么让着我都知道我不容易，我有条件我打死你，我俩唠啥呢，什么玩意儿，什么不行玩意儿，什么玩意儿，太难了，这帮女主播太难了。有人说两万，这样吧，我等会儿啊，菲儿我先干一下我粉丝啊，你等会儿啊，我先干一下赵家军。有个兄弟说两万鸡巴块钱，瞅你那点出息，来兄弟你现在啊上一万，这把如果要是输了的话我吃屎，你上一万，如果这把输了的话我吃屎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可以私聊给我，手机用户上方有个头像那块就可以私聊。谢谢鱼爆小哥。完了，公众微信的歌我是唱不上了，最后我们再来一首歌吧，啊，最后我们再来一首歌，就开心一下嘛，很开心，特别特别的开心。这个歌可能你们没有听过，没有听我唱过，节奏感太强了，主要原唱唱得太好听了。他们是两个人，我是一个人。
许豁然，走个浪蝶狂风，青春应该不要再留白，许多故事情书千回，活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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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快快一起摇，摇到天荒地情绪火热，做个浪花蝶狂，青春应该不要再留白，许多秋色细竹轻微，活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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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快快一起摇，摇到天荒地也老，做一个午后。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欢迎长空哥，欢迎后进来的兄弟们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，没事的，他要是不方便的话，就不加给我，没事的。对我还要去随个礼啥的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，随个礼一会儿我就直接要下喽。再次感谢我们啊，谢谢我们。谢谢我们天脑哥，谢谢我们风云哥，还有我们七公子啊，还有我们飞龙哥，欢迎新伟家的这个所有的兄弟们哈，谢谢如家，还有我们谢谢安啾新宇，还有我们梦的怒放以及一气正气、一身正气小王哥、玄幻哥，还有川世哥，谢谢我们如家的兄弟哈，还有我们。生哥，开心，还有开车，云山哥，还有飞鹰哥，还有飞刀问情哥，云天哥，还有嘉信哥，还有鱼哥，还有就是玩哥，还有立峰哥，实力峰哥，还有抢糖给飞吃，还有我们云中百鹤哥以及人为书，谢谢我们家心如，还有七哥，还有亲亲的我走了，还有云豹哥，每天都会来陪我，真的。谢谢谢谢，感谢大明哥，还有静瑶，还有鱼棒小哥，还有罗军哥，还有丑啥呢，还有毛毛虫哥，时间有泪以及我们炒这哥，还有玉玉哥，点点哥，还有我们莫哥，还有我们坤哥，还有没有名字的这位哥哥啊，谢谢我们暖，还有我家的这个不是我家的，谢谢经理，还有带我哥，有听哥七彩刀七彩柴刀哥，还有风锤哥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啊。谢谢谢谢，有的吧就是频道比较卡，没有报上来的兄弟们还有很多很多哈。新宇哥没有给我微信，就千万别相信那个啥呢哈。别相信那些私聊的，谁个991还刷200呢，完了看看差不多给卡一下黄啊，都咱自己家的就差不多给卡上，那我就先去了哈，我都给忘记了，真是的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明
天我还要去991呢啊，还是七点半会直播的。嗯，好，没事。